我们南港文开的时间，麻烦我们南港文开的各家女孩，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谢谢。好，麻烦南港文开让大家再来独家捕捉画面好了。我们有六个女神，今天场上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你想要捕捉吗？来，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正中央哈。哦，你想要是不是？好，我们哦，你也想要？等一下，等一下。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南港文开60周年，然后也赞助了此次的活动，一年办的是比一年好。来，60周年相当不容易，我们成立在这1959年，台湾第一家的轮胎制造商，那让我特别跟大家来做介绍哦。安全以及性能更是不在话下，都是超级优秀的。好，等一下我们的厂商活动结束之后，邀请到这个日本第一万 GP 的冠军车手横井昌志，会莅临我们的厂商摊位来进行签名会的动作。有准备这个棒球棒、金牌棒，要来送给大家。好，今天我们礼物在这边，我们这个包厢可以先送。我问一下，上面还有一个可以绑的小袋子，我们来送给大家。怎样才可以获得到呢？来，想要的朋友请举手。那是不是没办法，礼物就没办法交到你的手上了。所以来到舞台上不让你空手而回，只要你可以展现你的活力。来，各位朋友们来告诉我，请问一下，如果你买轮胎，你会买哪一家？你好有精神哦！我说只要很有精神的朋友，嘴巴有张开，同时你的手有举高的啊，不要紧，因为我们一样也可以拿到，好不好？今天这个一片价值50块，就是我们的签约礼送给大家。来告诉我，南港轮胎今年已经60周年了。来，请问一下，今年2019年，我们南港轮胎成立几年了？成立几年？成立60周年，很棒的轮胎是哪一家轮胎？南港轮胎，哇，你好有精神哦！好，各位朋友们，等一下，你只要有活力满满哦，这个我自己也很想要哎。南港轮胎，我等一下可以拿一支吗？好，等下有声音就可以，我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吗？比方说，我们每次都把包装的很好，里面东西还好，没有，我们里面东西就是很好。现在都哦 ，OK， 帮我打开。如果你平常喝红茶、绿茶、乌龙茶、清香茶，你就是要用这种细的吸管。那接下来，如果你喜欢喝菊露、喜欢加珍珠的，就要使用这个粗的吸管，很大吸，粗的、细的都帮你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清洁的部分，很多人拿到这个不锈钢的吸管很烦恼，就是清洁不易，也帮你准备好了，所以清洗工具还有你喝饮品的工具都帮你准备好了，想不想拿到？等一下声音就要展现出来。哇，这组怎么这么贴心啊？来，一组先自卑一下，我爱大家轮胎，好，先自己自卑。好，来，各位朋友们，等一下，如果大声告诉我你最爱哪一家轮胎，大声回答我4个字，叫做我爱南港轮胎的6个字，我就把好礼送到你的手中，好不好？来，我们往下一点点。你们一人要送一个吗？我们一人送一个，一个左边，一个中间，一个在这边，刚好都拿得到，好不好？一人拿一个，所以只要你声音展现出来就可以拿到了。好，来，我们先分三部分，来先分三部分。喊一下好了，哎，南港啊！好，等一下我要各选一个朋友来帮我回答问题就可以了哈，先帮我选。等一下我就说我爱大声回答我南港轮胎就好了，我会选你来进行我们的 Q&A 的题目，我题目都非常简单，过关之后礼物就可以拿了， OK 吗？好了，准备来告诉我你们最爱的轮胎是哪一家？南港，南港轮胎，南港轮胎，我爱南港轮胎，我爱南港轮胎。好，手上先拿着，我找到了一个很有精神的朋友。来，有精神的朋友在哪里？南港轮胎的在哪里？好，这中间我选一个，来，那个帅哥来回答我，来，就是你回答我。请问一下，我们今天南港轮胎邀请了一个非常知名的车手来担任我们此次的赛事裁判。这个车手你知道他叫做横井什么字吗？横井昌志。昌志，横井昌志，你看这么一眼就可以拿到，给他掌声鼓励，拍拍手。你看，不管你会不会，我都有办法让你可以回答。来告诉我，请问来坐这边的朋友好了，这边的朋友来告诉我，最棒的轮胎是哪一家？
来直接送给他。好，再来再来，还有一个对不对？再来还有一个，要问难的还是问简单的？好，那接下来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南港文泰有个非常大型的这个飞镖法，一人有两镖，只要你其实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到不同的好礼，每一个方向每一个程度都可以获得到我们这个运动用品高箱器或是冰霸杯等等。这一个大型的游戏就在我们的南港文泰，请问一下这个游戏是什么游戏呀？是什么游戏？是什么游戏？是什么游戏？文哥，还没看这个。文哥，手最棒的，开始来是哪一家？文哥，哪一家？你都没有声音，你都没有声音。哪一家？南港轮胎。这个游戏叫做飞镖游戏。飞镖游戏就可以获得到我们的精美好礼哦。接下来今天除了邀请到我们的横井昌志来进行，等一下要进行这个签名会，还有甩尾赛事，也邀请到我们台湾知名的车手英布要来一起表演。待会来问一下，请问一下，今天除了横井昌志会进行这个漂移甩尾的活动，也邀请到一个台湾知名的漂移车手，他叫做什么名字啊？两个字叫做什么木？叫做什么木？刚才讲的叫做英什么英？叫做什么木？哎，还有吗？我们还有礼物没有？好，没了。好，没关系，礼物没了没关系，但是我们还有这个见面礼要送给大家。那我们直接送了好不好？礼物有限。来，还没有拿到我们见面礼的在哪里？等一下，在我们的南港轮胎会进行这个横井昌志我们定位举体。感谢您的观看，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掌握最新影片动态，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Thanks for watching.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